喂，金主管，早上好啊。又是你，我们见过吗？对啊，昨天我们见过，也是在这里。你可能认错人了。那今天是几月几号？4月30号啊。你可以放开我了吗？我可以请假吗？我好像生病了。不可以，生病了也得来上班。讨厌的金主管。